不去找，可能是觉得自己驾驭不了，对自己不够自信吧。但是男生肯定会喜欢漂亮的女生，可能传统观念上认为太漂亮的女孩就不会太守妇道，就是其实我觉得没有这个说法，我觉得还是三观的问题吧，就是长得丑的那种也有很浪的呀，其实我觉得这个说法它是有点歧义的。为什么说男生他找老婆不能找太漂亮的呢？因为太漂亮的女生身边会有很多男生，可能会比她优秀，她会有压力吧。还有吧，就是女生太漂亮，肯定她也会很优秀，然后这个男生可能 hold 不住她，就可能会没有安全感吧，就是可能会就是担心每天自己的女朋友被别人追啊，或者怎么样。主要是那方啊，不管是他出去上班呀，还是有啥应酬的呀，干啥的呀，都会肯定有不放心的嘛。